嗨嗨，这里是七末，今天来简单开箱一下这一季太古之星的回馈品十周年角色立牌，我拿了三个耶。首先来拆封啊，先拆牧师的这组美到不行的官方图，是去年十周年的新例会，在这里附上会师的 Twitter， 想赏福的可以去关注哟。收到的立牌比想象中的大，看一下每一个立牌，除了立会本体，底座上也有印着十周年的主题 logo， 另外还有一小块星龙之谷的中文 logo 可以插在前面哦。那先来组合一下这些亚克力立牌，官方目前是不贩售的，都是当做活动赠品，还有太古之星的合作奖励。也就是说，只要配合官方的主题提交创作，每一季都会有三个立牌可以拿，就不用跟大家抢破头咯。像我这种抽奖抽不到的非洲人，就只能努力换换拿立牌了啦。那就简单分享到这边，欢迎有兴趣的热爱龙之谷的创作者们加入太古之星的行列，一起来拿立牌吧。我是七末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